今年这个展览我想再做一个新的松子，但是还想做一个这种动作。我叫郑小纯，我是王瑞林的妻子，我给他的雕塑上颜色，算是2010年开始做的。在之前我在外企工作，我的好多的想法，我的好多的热情没有被实现出来。但这个时候呢，王瑞林正好在做自己的创作，他可能在创作上面形之影单的也比较孤独，我就决定把外企的工作辞掉，跟他一起在小小的工作室里面搞一些小研究。那你看有没有可能把颜色的部分也保留一部分，然后金属的质感的部分咱们加进去，让它有一个冲突。然后你这种金属的是用火烧上去的热着色，水火不相容嘛，怎么可能？是肯定有难度，对吧？肯定有难度。如果不难的话，那你现在就在别的地方。我们是想追寻一下，老祖宗的好的东西的。我们觉得东方的雕塑应该是三分素七分彩，色彩是占了很重要的比例。我第一件作品是一件马，取名叫马戏。我很喜欢马，小的时候我觉得马身上那种韵律感，那种线条感实在是太美了，但是美不到一个我满意的程度。他是一个动物崇拜者，用马来暗指自己刚毕业时的一种状态，是比较拘谨一些，比较受束缚的感觉。这种马戏，如果你让我去站在我的角度去解读的话，我觉得是一种撒欢的马戏，是一种狂欢的马戏。我大学毕业了，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你终于可以自己决定你来做什么了，然后在现实面前是很被动的，但是从内心角度讲，那会儿是疯狂的。2012年的时候，就大家都在聊这个世界末日嘛，对，所以我就做了一组生命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这么一个作品。第一件作品就是做了一条大的鲸，然后背上有山，我给它取名叫方舟。它是一个最大的生命体，生物的一个边缘性。我是选择一些我自己理解的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比较有代表性或者比较边缘化的这些动物，然后让它跟自然环境有一个结合，其实是一个生命承载自然的一种状态。对，方老师，一会儿你擦片的时候把这个脸给我让出来。行。对不对？你尽量让这擦片从这个就脸的侧面，耳朵后面最好，鼻梁的中间过。对，别走眼睛。找不到眼。对对对，这样分过来是吧？对，这样分过来。就往后绕点，反正不绕眼睛上。实在在这个泥稿上解决不了的细节，我们会放在第二步，就是树脂的这个。这是一个从法国传过来的翻制工艺。翻制出来以后，再在这种硬质的这种树脂啊玻璃钢上面再进行下一步的雕刻。是用这个比较细腻的这个石膏勾起来，然后甩上去，搂起来甩上去。他用这个甩的力，这种撞击的力量，就是石膏跟雕塑表面的这种气泡打开，就让石膏充分的跟这个泥来结合。然后回头我们会把这个泥巴从石膏模型里扒出来，我们要的是这种模具，把这个模具再阴干2-3天，让等树脂凝固了，我们再把模具合上，把石膏敲掉，我们会得到一个简单的一个树脂的模型，再在树脂表面再修整啊、打磨呀。我想做一个与众不同的孙悟空。因为我觉得大家对孙悟空的理解都太肤浅，他既然是花果山的一个首领，或者他是一个大闹天宫的一个天神的话，他一定是一个高度自控、
有高度智慧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我把这个孙悟空的颅骨加大，用了一个盘腿打坐的这么一个形象，新做了一个很瘦的一个修炼中的这个孙悟空。他的气质呢依然是挺拔的，但是他的形象可能是枯干的。现代人太多关注结果，但是很少有人关注你成长的这个阶段，所以我把孙悟空我想象的他的成长的一些感觉把它塑造出来，这也让我觉得对这件作品就更有感情了。我觉得它的意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重，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创作，喜欢用雕塑去创作的一个原因。我一直想做一个能够充分代表自己内心的一个形象。最开始马戏呢也是在表达自己，但是那种表达可能更具体一点，就是当你把这个作品完成了之后，它就独立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作者无法控制的。我相当于向整个这个社会投了一块问路石，但是能激起什么样的回音，其实我是很期待。对，爷爷做这个，这跟爸爸做那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是金毛，金毛护嘴。对，他在忍耐，他在愤怒，他在承受，他在攻击他。这就像你在打爸爸一样，爸爸就忍着。啊，你要不要照着爷爷这个孙悟空画？不要，我要自己画。那你画一个，咱们比一比，看谁画的好啊。很大画。就各种各样的玩具，什么玩具总动员呀、啊、超人啊，这些他都很喜欢。爷爷给他做这个东西，他随手就扔一边了，是一个比较悲情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个两代人之间的一种隔阂。就是看到了这种状态，我才更加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创作，能够把这种我们本土的这种好的东西能够把它呈现出来，也能把我父亲和我儿子之间的这个隔阂联系起来，就是填平他们中间的这种认识的年代的这种沟壑。86版《西游记》的那个电视剧，这一件作品已经变成了一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每次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把我带到那个年代里面去。那个《西游记》的原著呢，其实每次读都会有新的收获。美学高度最高的关于《西游记》的这些作品，我觉得就是上海美术电影美术制片厂出的那个《大闹天宫》的那个动画片了。对，我觉得那是中国动画的一个高峰。大多都是西方国家投过来的这种文化侵略的炸弹，对，什么钢铁侠呀、蜘蛛侠呀、超人啊这种。但是我就一直在想，我们这么大的领土，这么悠久的历史的一个国家，怎么会没有一个能够与之抗衡的这么一个题材或者是一个人物呢？所以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孙悟空，能让世界对中国的或者对东方的英雄有一个认识。去年做了一组叫《真假美猴王》，是因为这个当时呢，社会上有很多仿制我做的孙悟空的这种情况，能通过这个真假猴王的这件作品，能把这种社会现象要加速的向中国创造来去转变。但是更有意思的是，我的第一版作品还没有去给安装的时候，假的作品已经问世了，结果我被这种行为完全的给打败了。